Hello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to learn something new today? Today we have Teacher Charlie here with us. My name is Elson, 我是永輝。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唱歌 ,recreational singing, alright? 今天我们请来了老师要教导我们如何从基础开始，是吗？是，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基本的基本功。基本功 so basic, alright? If you want to learn singing or you already know how to sing, it's a good time to see whether you're doing the basics correctly. If you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o sing, people tell you you can't sing, this might be the time where you start to find your voice. Okay, so 老师会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那么我会教大家一些歌唱的一些基本的原理。基本的原理主要这一课我要讲的就是呼吸，也就是所谓我们的丹田的呼吸法。Alright, so.Today, purely in breathing, alright? So, we need to learn how to breathe correctly. We need to learn how to release air correctly. And of course, if you want to have a powerful voice, diaphragm is very important. 丹田，丹田，每个人都一直心叹丹田，可是找不到丹田，去哪里找呢？老师今天就会教我们了。哪里找丹田？怎么吹气？那个就是我们唱歌找到好的歌声的开始，对吗？是。Alright, so are we ready to start? 老师，你开始准备好了吗？要教我们。Alright, so teacher is ready. I think we're all ready. Let's start learning how to sing properly now. Yes.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有关于歌唱的一些基本知识。第一课我们所要讲的就是歌唱的基本功。歌唱的基本功呢？什么是歌唱的基本功？当我们要学唱歌，要学某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基本非常非常的重要。怎么呢？就是唱歌的时候，一般上人唱歌就是说 OK， 我开了卡拉 OK， 我就学了，那么我听了，我现在是 OK， 我要加一，我要减一，哇，我加一很厉害，我加二很厉害，我唱 OK 很厉害，这样子。但是没有注重了它的基本，基本是每一样东西要学习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那么我们所讲的基本功呢，也就是说唱歌的时候，我们的除了呼吸发音以外，那么在唱歌里面有一门非常重要的就是丹田。要唱歌，要成为一位歌手，怎么样呢？基本一定要打得好。你的基础打得不好，你唱歌的路程就会很遥远。怎么样子讲呢？你的基本打得好，你的 basic 好了以后，你的基本功有在，你可以利用你的基本功，慢慢一路走，一路学，一路走，你可以自己学。要是说你的基本功打得不好，样样你都要去问你的老师，哎，这样就唱啊，那就接不上呀，那就唱不乖嘞，朋友，什么代志？这个都是问题了。所以，要成为一位歌手，要成为一个唱歌，就是我们不要想是说我很厉害唱啦，但是我唱最低限度五音全啊，拍子准，那就差不多啦。你要说要唱得很好，基本功就要知道。就像我们要学 ABC，ABC 可以拼成是华文，也可以拼成是英文，也可以拼成马来文，但是它基本都是 ABC。ABC 可以变成马来文，可以变成英文。所以在我们的唱歌里面，基本功你好了，你要怎么样子变，那是你自己去变。但是基本的原理你要明白。要成为一位歌手，怎么样子成为一位歌手呢？那首先你要知道你要成为什么样子的歌手，摇滚的歌手，流行歌曲的歌手，不同的歌手。首先我们要知道歌手有分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歌手里面我们所讲的男生的歌手，男生的歌手里面有高音的、中音的、低音的，男中音、男高音、男低音。但是有一种歌手大家可能不知道，你知道什么歌手吗？
言人歌手。言人歌手，你懂什么是言人歌手吗？太监歌手啊 ，Hello， 会知影不？太监歌手你知影不？岁岁喊迄阵都做太监了嘞，大了以后啊，他唱歌飙到啊，妈屋顶都破嘞，唔是神圣嘞啊 ，OK， 就是因为他们从小的时候有一些在戏班里，我的母亲曾经跟我说，当一位男的小孩子进来的时候，他们就从小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了一些手术了。我不要跟你讲做什么手术了，哎呀，你怎样的了？什么代志哦？一拜都不使用了啦，你明白哦？那么他就从小慢慢长大，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但是他的声带不到一百，就是他还保持同小孩子的那个声带。小孩子的声音是很高的、哦、那么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哦、慢慢长大，你懂啊，他们小的时候就要学那个声音，他学那个声音的时候，我的妈妈跟我讲过，我的老妈跟我讲，她说每天他就拿那个东床钢枪，哦哦哦哦，我说哎 ，hello， 什么代志啊？这些吵，真吵。我的妈妈就说，我的妈妈广东来讲，吵乜鬼啊？有咩好呀、啊？系咁噶嘛？唔练点样啊？哦、我上台冇麦噶喎，啊，唔系搞搞下噶喎，啊，就是说我上台的时候，我是没有用麦克风的，以前是没有麦克风的。你要这样子唱，你要这样子唱的时候，这么多人听到吗？啊，这个就是他能够有共鸣腔，腹腔的共鸣，胸腔的共鸣，头腔的共鸣，把这个声音打出去，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是没有麦克风的，不像我们现在，哎，那麦克风不好啊，耳朵不够大啊，朋友，以前是没白给耳朵，没白给那麦克风好不好？你拿一个麦克风。好不好？这些其实你的基本好不好重要，而不是你那个麦克风好不好？哦，维修的工修就够多咩？蛮好玩的块代志。好 ，OK， 我们讲到男生、女生，女生就有一些抒情的歌手。女生的抒情的歌手来讲，就是说他们唱的歌都是抒情的。那么抒情的，当然有抒情的女高音啦，哦。抒情的花腔的女高音，好像戏曲的女高音啊，这些的时候，这些女高音，因为她唱了以后，她的女高音，她的声音是女高音哎。如果她站在这个戏台上面的时候，女的声音不比男，要是说那个男的是阉人歌手，他从男扮女的时候，扮成花旦的时候啊，他的声音就很高了，他能够唱得很高很高很高的声音。所以作为一个歌手，有时候我们在卡拉 OK 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能够唱 OK 你就很厉害嘞。你要明白，你检疫你就输，不是这样子讲的。你是低音歌手，你检疫是对的，你是高音歌手，你加一是对的，要看你的音域。所以在我们歌唱里面，我们要看我们的音域，也就是说你的最低音跟最高音的距离是怎么样子。比如讲，比如讲，我们讲一下，现在从这个低音的开始，嗦啦西哆来咪发嗦啦提哆来，这个的时候，啊，这样子的时候，啊，你是说哇，看到明灯有一点，真乖哦，哇，有两明灯有两点啊，哇，迄个更加乖了啊，不是算算 ，OK， 低音呢，哇，下底有两点嘛，哇，两点嘛是给哇，又低又高，那怎样子算呢？我们首先我们的音域里面。我们要是这样子算的，就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也就是说，你能够唱十二度的音，
12度的音，就是说这首歌里面的最低跟最高是12度，那么你就唱的时候，你就说能够唱12度。那么这个的距离越远的时候，距离越远，也就是它的音域从低跟高越远的时候，那么就是越难唱。一般上我们从手到勒的歌曲在市面上流行歌曲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好，那么你如果低唱不了，高又唱不了，怎么办？基本功不好咯。并不是说你唱不好，你有一个嘴巴，我也有一个嘴巴呢，为什么唱不好？那主要的问题是说低跟高，你能够唱低跟高，你的音域越高，你就越容易唱歌，你也应该能够唱得比较好，你的音域高啊。技巧方面，技巧方面那么很多种了。技巧方面，你是说要看你的声腔是在哪个部位啊？那么我们首先我们讲的这些，要讲到这个度数以外，你也要跟这个歌曲的种类非常非常的有关系。我们所讲的歌曲，你选的歌是选什么样子的歌？选凄惨的歌，选爱情的歌，或者你是选一些劝世歌？每一首歌，当我们要选一首歌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就是说一首歌适不适合我唱，跟这个人有着非常大的关系，跟他的心里面的内在也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关系。怎么样子讲呢？比如说这个人有一个遭遇，有一个遭遇啊，对不对啊？哇，遭遇他的爱人不喜欢他了，跑了。那么当他唱到爱情的歌的时候，悲的歌，他会唱得比较好。但是要是说这个人没有这个经历，他要唱这样子的歌，那么他会比较困难。在我的录音室里面，曾经就有一个歌手，他到我的录音室录，他是说：“查理，我要录一首歌。”我说：“你要录一首什么歌？”他就说：“我要录一首《苍白的记忆》。”苍白的记忆，我是说这首是一首悲的歌。他说是了啊。那么当他录这首歌的时候，他唱的时候，我就根本就听不出他是唱华语、马来语、福建，我都听不出他是唱什么样的语言，我听不出。拍子我也跑拍，他跑拍，我听来听去，不对嘞，不对嘞。不过有一样东西他非常好。怎么呢？好什么呢？他有一样东西非常好，就是他的感情非常好。他的感情非常好，因为那首歌曲所讲的那些里面歌词里面所说的，也就是他的遭遇，所以他能够把那首歌表示出来，主要是说他有这样子的遭遇，他才能够做这样子的东西。那么一位演员，他可以演得很悲，也可以演得很快乐，这些就是要靠你的演技。唱歌，你能够唱的这首歌，你把他的感情，把他的内容唱出来，能够唱得到多少，那么就是看你自己的内心有着非常非常的一个关键问题。怎么样子讲呢？比如是说你现在跟他不舍不离，不分不开，又想分开又不要分开，而犹豫不决。当你有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有这样子的感觉，你就会唱这样子的歌。
这样子的个你表现的时候，你就能够表现出你的。那么现在比如是说你现在很快乐，我叫你去唱一首很悲的歌，但是你的心里还是快乐，那首歌悲你唱悲不了，因为它悲不出来这首歌。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说有关于音域，音域的高与低，这个是歌唱里面基本所必须要具备的，那么也必须要学习的。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唱歌里面，首先我们是想要的主要是我们的气息。有关于我们的气呢，大家要明白我们的气是怎么样子操作了。所有的唱歌的人，他们每次讲着说，哎，我的肚子要推出来吗？要收进去吗？我要用哪里？要用哪里？声音的位置在哪里？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器官是怎么样子操作。我们的器官从我们的口这边开始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气管，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的食道是在我们的后面。气管在前面，食道在后面的时候，气管这里有一个叫做会压，会压，那个会压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要吃东西的时候，那个会压就会盖下来，那么我们的东西就会往后进去了我们的胃。但是我的会压一打开的时候，那么我的气就进去了，我的气进去，当我的气进去的时候，我的气出来的时候会经过我的声带，经过了我的声带，我的声带的时候就产生了我们的声音。声音里面除了讲话唱歌，还有一些假音，都是从气经过了我的声带，也就是我的声门，经过了会压，会压一打开的时候，那么出来再经过我的舌头的时候，就变成了我的语言。那么这个会压在我们的歌唱里面你看不到，在里面你看不到。这个会压对歌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盖住你的气，或者打开的时候让你的气出来。那么每当我们唱歌的时候，你的会压一打开的时候，气一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会压还有一个作用，那么它就会产生抖音，也就是说我们的vibrato。比如说现在我的气出来的时候我的会压在摆动，也就是有些人说，哎，我不可以vibrato嘞，我不可以摆动嘞，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会压不会动，你的声带也不会震动的关系。但是现在很多歌曲他们说不用vibrato了啦，免抖音了，抖音是老款了，是不是啊？但是也不是这样子讲，我们基本的东西是要学的，因为抖音可以把你的高音缓和下来。当你的高音唱到很高的时候，如果你的抖音能够有一点vibrato，你的口音就会比较缓和，会比较松弛，唱的会比较好。怎么样子讲呢？你看，比如说我的会压会动的时候，我说啊是没有，如果我的会压动它就有一个 vibrato。 唱歌的时候，当你如果你的气够的时候，它推动了会压，那么它就会产生了这个 vibrato。 要是说我唱更高的时候，你能够抖音，那么你的声音就能够缓和下来。好，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用的所谓的是用腹部的呼吸，也就是所谓的丹田呼吸法。一般的丹田，也就是说我们的 diaphragm， 我们的横膈膜，我的横膈膜要上要下，这个是一个问题了。你看呢，如果我吸一口气，我是用我的胸，那么当我用我的胸的时候，我是靠我的胸的力量来唱。但是我现在吸一口气，我的胸上来了，我的肚子在推出去的时候，我是整个的力量来唱。那个的时候是用我们的腹式的呼吸法。也就是说当我的呼吸的时候，我一推我的横膈膜的时候，我一推，你看我推的时候，我的气进来的时候，进来是吸进来，我一推出去我的气吸进来，但是我一收进去的时候，要是说我能够我的会压能够关起来的时候，
那么我的气就储存在我的胸里面，我就有足够的气来唱了。所以很多歌手他认为是说，哎，我是要推肚子还是要收肚子啊？那这是有一个非常深奥的理论呢、哦。你要推肚子还是要收肚子？这个的情形是看你用的，首先要看你用的腔是怎么样子。你是用你的胸腔吗？你用你的头腔吗？你用你的腹腔吗？啊，这个声音有在腹腔，有在胸腔，有在头腔。但是呼吸的方法就是说，你看我吸一口气，我的肚子是收的，我的胸是张开的、哦、当这样子的时候，你唱到没有气的时候，你的肚子还可以收吗？收不了了了，你都收了吗？还收什么？但是要是说现在我吸一口气，但是我的肚子是推出来的，当我没气的时候，我的肚子在收的时候，我还有剩余的一点气。所以一般上丹田的用气跟我们的一些普通的呼吸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的横膈膜的上下也是需要练习的，也就是你看横膈膜的基本练习，我吸气，吸了以后我慢慢吹。一般上我们吹气如果能够吹得到16秒那是正确的，太多也不好，太少也不好，也就是说你大概是16秒你就能够缓和了你的腹部的呼吸、哦、那个是正确的气的一个用法。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基本的腹式的呼吸方法，也就是说你看我吸气的时候，我的肚子收的时候，我已经有气了，推出来的时候我吹，大概吹的时候有一个16秒，那么收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唱歌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吹的时候，如果你吹了16秒你有剩，那就是说你放的慢，如果你还没有到16秒你就吹完了，那么也就是说你吹得太快，那也不对了。好，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呼吸方法里面能够学到一点东西。好，谢谢大家。谢谢查理老师，哇，学了很多东西耶、啊、有些东西非常深奥对吗？唱歌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是啊，对吗？所以如果要学基础基本的东西就没那么简单，就是了。那么真的是很多东西学。可是如果我们要跟家里的朋友分享，我要练习哪里开始？啊，那么当然是要从呼吸开始了。So breathing is very important in singing, and it's definitely not very easy. You know, you want to have good foundation. So, Charlie teacher Charlie has shared so much, right? We want to start practicing somewhere. 一个 homework.我们要回家学习，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学习，你要叫我们做什么？就是要学那个呼吸，就是用腹式的方法、okay. 就是说吹气，吹气就是吹气，所以 you want to hold your breath for 10秒到15秒，16秒，16秒 16 seconds. Alright, so 吸气的时候要吸进丹田是吗？我们吸的时候就是说收了肚子，收了肚子，那么已经吸饱了吸得满了，但是我的肚子还要推得出，还要推得出。 Alright, so when you breathe in, you might suck in, right? You fill your lungs with air. Then after that, you must be able to push out your stomach or your diaphragm so that there is power、yeah. 对吗？就有力量。 Then 我就要推那个气，嘴巴推还是鼻子推？就是说从嘴巴慢慢吹出来。 Alright, so that's the homework for all of us, guys. I hope you have learned a lot. 我们希望你学了东西，可是一定要练习。我们从我们 吹气开始，对 ，so 吸进去了，要能够推出来16秒，这样慢慢、哦、不能够太好。如果你少过16秒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吹得太快了。如果你吹得太大声，就是太快了。不是超 before 16秒你就吹完了。Alright, so start a timer 16 seconds， 刚刚好完 ，perfect timing。Alright， 所以16秒刚刚好，太长太短。
继续练, just keep practicing, yes. And I'm sure you'll get there. Yeah. 谢谢老师, thank you, teacher Charlie, for teaching us singing. Thank and you. We will master breathing technique, and I'm sure we will get there to becoming better singers. Alright, so are you ready for the sing-off? Keep practicing, and I'm sure you'll be a greater singer. So thank you so much once again.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t eLearning Adventure CC. Together with teacher Charlie, we say bye-bye, and we will see you soon. Bye-bye. Bye.